刘四姐，亮出真实身份的叶凡接手了案件的审判，全金宝的认罪使得案件进行到了尾声。前不久刚刚被皇上封为一个正五品的虚职，凶手已经认罪，那这个案子就没了。 把他给引出来，然后我在东口那巷子那儿等着。这时候少爷让全金宝给杀了，那我是让谁给敲晕的呢？晕的呢？是吧？这，你说姚少爷真是，你就让我一个人去吧，把全金宝给除了就完了。你说，你说这何苦来的呢？你说，您什么？能再说详细点吗？详细点。嗯。再说一遍。嗯。 哎，郝教头，郝教头，你到底发现什么了？外面有个人，他的证词也许会让整个案情发生彻底的反转。啊！哎，这是一半，等你说完了再给你另一半。不对呀，怎么这么点儿啊？你说个话能费多少口水啊？哎，这是个骗子吧？我骗你们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平时是没少做坏事。 但是我从不骗人。好，爽快。那你现在痛痛快快、老老实实的，赶紧回答我们的问题。OK。该。杨牧出事的前一天晚上，他以帮你还清赌债为条件，让你去杀害全金宝。起来，姚少爷！哎，姚少爷，给你笔生意吧，你干不干？啊？你要干什么？那赌场欠的债我帮你还。 哎呀，行，我跟你说啊，只要让我知道全金宝那小子死了，我就在那干成了。哎呦，来，姚少爷，您就放心吧。哎，我虽然没干过这事，但是我深知道杀人的这个讲究，那必须是干净利索。我管你怎么干，哎，来来来，我不管你给我剐了也好，杀了也好。 后来呢？后来，不是后来，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你们怎么还问呢？你怎么没记性呢？你这……哎，说不说？说说说说说说说！说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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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呦喂！
哎呦，老天爷呀，老天爷，要不你就人来不断，要不你就让那小子给跑了。老天爷，你这不开眼呢，你到底让不让我杀人呢？后来我就又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，用火。哎，我不管他屋里有几个人，我全给他弄死，一把火点着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天哪，你要是再早点想出这个办法来，我们几个全被你烧死了。哼，滚蛋。哎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啊？那良心值几个银子是不是？再说我不是什么都没干吗？我就是在那瞎琢磨琢磨。我要是真干了，你们还能在这站着跟我说话吗？少废话，你压根儿就没有钱去买放火的油跟柴。真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是，我就是买不起嘛，所以我才决定等全金宝回来以后我再动手。紧跟着我就靠在那个墙角上，我就眯瞪一会儿。哎，我就眯瞪，我就着了。还真睡着了你啊。不是，我这就给睡过去了吗？不是，然后我就醒了之后，我就想，我说，哎，全金宝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哎，这时候啊，我就发现远远的来了一个人。哎，他还推了一辆车，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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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过来了。哎，那不是昨天姚少爷穿的那衣服吗？他肯定是对我办事不放心了。不会看错吧？我一看这山子，我就眼熟。杨少爷，您还干这体力活呢？哎呦，杨少爷，您怎么还亲自来了？您看您对我还不放心？您放心，我绝对把您交给我的事办好。哎，杨少爷，咱可得事先说好办啊！我帮您除了全金宝，您帮我平了赌场那账，是不是？我想换个门。啊？换个玩法？什么玩法？哎呀，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，就是他说啊，他让我在东口那巷子等着。你换我的衣服去巷口等着，我去把全金宝引出来，全金宝一定会把你误认为是我，然后我从背后把他扎死。你说这样是不是很有趣呀？有趣！哎呀，太有意思了，有意思。那好。把衣服穿上吧。姚牧，让你假扮成他自己，吸引全金宝的注意力，而他自己并没有按照约定好的杀掉全金宝。这样的话，全金宝把你看成姚牧，所以他那锤子毫不留情地砸了下来。但是此时姚牧在哪儿呢？原来全金宝杀的不是姚牧，是你啊。哎，你还能想到什么？我就记得吧，我当时浑身都麻了，就跟死了一样，然后我也不知道谁把我给抬走了，就感觉是眼前模模糊糊有人影在晃，然后第二天一早上我一醒来才发现，哎，也不知道谁把我给抬山坡上去了。哎，然后我就赶快去找姚少爷，结果我到了才发现，哎，姚少爷竟然死了。不是，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？这都是，是不是？你说我这些日子不都白折腾了吗？这么久。我知道了，姚牧设下圈套，想利用你杀掉全金宝。你换我的衣服去巷口等着，我去把全金宝引出来，全金宝一定会把你误认为是我，然后我从背后把他扎死。你说这样是不是很有趣？有趣！哎呀，太有意
思了，有意思。那好，把衣服穿上吧。谁知道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姚牧的另一个仇家无意看到了这一幕，于是他将计就计，先将姚牧杀死，然后取而代之，并将全金宝引出房间。然后他再换回忆，完成了这复杂的嫁接。第二天一早上，我一醒来才发现，哎，也不知道谁把我给抬山坡上去了。而那个人现在正逍遥在法律之外。什么罪？谁把你扔到野外的？难道你一点都不记得了吗？不行，我这今天想的太多了，我脑仁都疼了。明儿吧，啊，明儿我要是见到一大桌子钱，可能还能多想起来点什么。好，明天一早，全金宝家不见不散，我会拿着更多的钱。你回去给我想明白了，消失。哎，那个，告辞，哎，告辞。告辞啊。如果事情的真相真的如他所说，那么杀害姚牧的就一定另有其人。那个人会是谁呢？明天我们得去找叶凡，全金宝的案子得重审，明天得赶个大早去县衙。我听说姚牧明天下葬，去晚了证据就入土了。哎，我觉得他刚刚好像想到了什么，却不告诉我们。他不是不想告诉我们，是想要更多的钱。那我们就带上钱，明早在全金宝家见面。几位姑娘，你们所说的人呢？不是很关键的证人吗？怎么不见了？去哪儿了？真是的，我们跟他约好了在这儿等我们的。他怎么就跟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证人似的，就这么又没了？我觉得他不一定没了。你想啊，他多想从我们这儿赚到钱呢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他肯定会来的。可万一他被凶手杀了，那翻案就有点难了。我亲。各位，我倒想问一问，县衙咱们还去不去？当然得去了，全金宝是我们抓的，现在既然知道他是被人设计的，我们就要负责到底。哎，欧奇，你们先去吧，我和苏放再去找找他。嗯，你们俩注意安全。嗯。二位姑娘，看来事情不妙，姚县令回来了。这有什么不妙的？御用公差还怕他呀？这不是官大官小的问题，他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。叶大人，看来全金宝是命悬一线了，咱们得赶快去救他。是不是要等那小畜生入土，你才能告诉我，是不是？哎呀！
会给你做主的。把杀我儿子的人押到这儿来，我要血债血偿。且慢，什么人？都给我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姚大人，鄙人叶凡，是皇上御用的正五品画师。姚大人，全金宝不是杀害你儿子的凶手。那是谁杀害我的儿子？我。快点！被人发现死在赌房后。哎，谁死了？哦，是冬儿的叔叔。冬儿的叔叔。嗯。哦，就是那天雷要钱的那个老太太的儿子。你们知道他？嗯。他是个赌徒，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，而且最近又欠了一大笔赌债，东躲西藏的。尤其又死在我们镇上，素素。他娘估计以后少不了要来你这里，你千万要当心点啊。等一下，赌鬼，嗯，欠钱，东躲西藏，怎么那么像？哎，陈大哥，嗯，那个冬儿叔叔，我们可不可以去看一看啊？可以。让开，大家让开！来。真的是他，我们找了他一早上。原来他就是冬儿的叔叔啊。你们找他干什么？他是这个案子的新证人，昨天我们已经基本确定全金宝不是杀害姚木的凶手。嗯，欧琪说他知道这里面关键的细节。看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案子。对，但有可能跟姚木的案子有关系。赌场里就没有人看见凶手吗？没有，只知道他被叫出去了。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线索吗？哦，对了，他昨天对着赌友拍着胸脯发誓说，等会儿会有人给他送钱来，因为给他送钱那个人有把柄在他手上。这小子为了钱连命都不要了。唉，看来线索又断了。也不是全然不能查下去。怎么查啊？你们看，这个是昨天晚上在赌房门口发现的，应该是案犯在仓皇逃走时留下的。本镇只有一个刀具店，是谁买的一定能查清楚。你怎么死得这么惨呢？谁把你害成了这样子呀？他们死了都会留下全尸啊！我的官人啊！天爷啊，这是天谴呐！姚大人，您看这个。这个。这是金属粉末，遇水就会爆炸。在这个小球里，一半是粉末，一半是水。中间用纸隔开，当纸被渗透后，水遇到粉末就会产生爆炸。爆炸！我听说，杀人凶手会躲在围观的人群里，欣赏他作案的效果，所以
大小姐，别那么激动。设计这么精妙，相当于定时炸弹了。能认识这种金属性，又能设计得这么精妙，在青田镇，全中国，古往今来，我认识人里面，想不到第二个。让我再想想，我现在有点乱。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来喝酒喝酒，来来，来听听听，来来来喝酒喝酒，怎么样？好，喝酒。我这手艺还说得过去吗？嗯，好，行了行了，进去吧。哦，嗯，哦，干干。好了，什么事啊？不能待会儿说，一边去。全金宝他逃狱了。啊，什么？你把话说清楚了。快去找，派人快去找。是是是，走走走。啊，是。大人，仵作师傅平时跟狱卒的关系很近，所以大家都没有设防。可没想到他在酒里下药，趁大家昏睡的时候放走了全金宝。大人，这还有一封信。哎，你看，吾女十年无头冤案，竟浑浑噩噩，茫然不知真相，近日才闻其究竟，悲愤万分。姚家小贼罪恶深重。你，姚家小贼罪恶深重，吾不能亲手杀之，为女报仇，故痛杀姚木小儿者，吾必以恩人之礼待之，敬之，誓死免其受难。以愿姚木小儿死后不得安生，以记吾女十年冤魂。原来老师傅的女儿是被姚木害死的，而老师傅却一直不知道真相。这里面一定有您姚大人的功劳吧？你儿子在外面做了这么多下流的勾当，而你却只知道隐瞒真相。身为父亲，你难道就没有想过好好教育自己的儿子吗？姚木今天的下场，他简直就是罪有应得。小妖女，一派胡言！我放肆！小丫头虽然言语造次，可县令大人如果问心无愧的话，又何必大动干戈呢？我弟，三尺，一定要给我找出来！是大人，一定。哼！哎，他俩人呢？上官，苏凤。哎，哎呦！哎，你们回来了？怎么样？坏消息，全金宝越狱了，姚木尸体被毁了，仵作线索都断了。哎，我这有个好消息。啊，
什么好消息啊？全金宝不会因为杀人罪名而掉脑袋了。哎，我们这儿有坏消息，那就是我们唯一的证人，死掉了。那有没有好消息啊？好消息呢，就是死了的那个人是冬儿的那个认钱不认人的叔叔。看来这坏人终究会得到报应。啊，我看呀，未必是坏人得到了报应，而是欺负素素姐的那个人得到了报应。你再说一遍啊？哪句啊？是欺负素素姐的人得到了报应？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吗？离冯素素远一点，滚得远一点，知不知道？你，你就这点能耐？起来，起来啊！小子，跟我打，我叶凡当年武科比文科还要高一个名次呢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你不就能打吗？你不就能打吗？打呀，打呀！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粗俗。粗俗？跟你比起来，我叶某人还差得远呢。俗啊！就你这德行，还配跟素素在一起？我怎么了？啊？我怎么了？你看看你这一天都在摆弄一些什么破玩意儿！哎，别动！哎呦，这什么声音啊？好像是什么东西爆炸了。啊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为什么笑？啊！哎，叶大人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疯子，好生记住我说过的话。你真好看。这刀是姚牧尸体的着火，使得欧奇开始怀疑自己之前的推断，究竟真凶是谁？人才消失几个时辰，你凭什么说人逃跑啊？我派衙役找了多时，都没有消息，这不是潜逃，是什么？烟雨转深邃的瞳孔，迷雾重重千年的悸动，花落人不同，看遍林林总总，凋零了文字前后，春夏秋冬的时钟，南北西东迷失的颜容，时间像渗透，空空一双妙手，带不走情深意重。都说聚散离合都是一场梦。